班咧系女士们最兴奋嘅事。今日我哋就嚟到旺角一间光学美容中心旗舰店嘅开幕礼，而且咧仲有人气女星甜美可爱嘅龚嘉欣做店铺嘅代言人添。恭喜曬你啊！今日旗艦店開張，你嘅心情係點啊？我都好開心啊！當然好開心，好高興啦，因為好多朋友嚟捧場，亦都今日請到我哋嘅代言人嚟到參與剪彩呢個活動。點解你哋會揀龚嘉欣做你哋嘅代言人咧？因為咧，我覺得佢有好有個青春氣息啦，咁又好靚啦，好漂亮啦，咁所以我哋覺得佢亦都演技好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就邀請咗做我哋嘅 Uni Beauty 代言人。咁我又想知，譬如街邊方面嘅特質啦，符合到你哋鋪頭嘅宗旨啊。嘉欣咧其實好有一個青春嘅氣息，咁我哋其實公司都係一個好有一個氣息啦，即係好有一個動力啦、活力啦咁嘅情況。咁就嘉欣同埋佢都好個皮膚好好啦，咁我哋切合我哋公司嗰個主題啦，咁呢個我哋所以我覺得佢好適合做一個代言人嘅角色。咁旗艦店最大嘅特色啦，或者重點嘅服務產品會係邊方面咧？雖然依家坊間咧好興一個醫學美容啦，咁但我哋仍然會覺得咧一個生活美容咧係一個不可缺少嘅。介紹多少少咩係叫做生活美容咧？坊間知道好多，譬如話一啲光學美容啊，或者係一啲醫學嘅美容啊。咁生活美容即係其實我哋基本上平常嘅護膚啦，即係護膚嘅習慣啦，譬如點樣去保持我哋皮膚個狀態靚啦，或者上妝都會好睇啊咁嘅情況啦嚇。除了做 treatment 之外，你們的服務員都會教我們怎樣平時在生活上去保養自己。一定會，因為我覺得就算譬如說人客多勤力都好，一個星期來做一次 facial 都好，一個月有30天都是很靠他本身怎樣去護膚啊這樣情況。夏天都到了，有什麼重點的療程可以適合我們女士們去做呢？亞洲女士我們會比較適合會喜歡美髮啊、去斑啊、保濕啊咁嘅情況，咁我哋會重點有一個美白 double wise 嘅療程，可以介紹俾人客。咁最重要一樣嘢咧，無論做乜嘢療程都好啦，記得保濕同埋防曬，避免呢個紫外線嘅照射啦。無論你係室外嘅活動或者甚至室內咧，我哋都需要塗上呢個防曬保護我哋。明白，我哋又多咗啲 tips 啦，嚟緊咧大家一齊好好保養自己啦。唔該曬你，咩？舒适的环境，有专人帮你扮靓靓，真系非常之享受啊！但系翻到屋企，大家都冇忘记日常保护，keep 住自己啊！